我喜欢你的眼睛，你的睫毛，你的冷傲，我喜欢你的酒窝，你的嘴角，你的微笑，我喜欢你全世界都知道，嘲笑别闹，我会继续请你准备好，我喜欢你的衬衫，你的手指，你的味道，我想做你的棉袄，你的手套，你的心跳，我喜欢你全世界都明了，煎熬别气恼，我多耐心请你等着瞧，喜欢你在每一刻每一秒，喜欢你在每一处每一角，喜欢你已变成习惯，难以戒掉。我多喜欢你，我不知道。喜欢你让下雨天放晴了，喜欢你让下雪天温暖了，喜欢你已变成信仰，难以放掉。我多喜欢你，你会知道。我喜欢陈小希，我也知道陈小希喜欢你。你知道就好，以后就不是了。那你试试。初中的时候，他和李薇在台上表演四手联弹，大家都说他俩是金童玉女。我送你回去吧。哦，走啊，带你玩去。好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瞧你担心的都要哭了。谁担心你了？少臭美。考试开始。还自主招生啊？取消资格。李老师让你去一趟医务室。你看看这个。一个月时间不是你想那样。走啊。你手上伤怎么样了？没事了。那膝盖呢？没事，消肿了。江晨，我有事找你。今天怎么来这么早？不想骑车，坐公交车来的。打水去。思考人生呢？你今天不用训练啊？哎，你们干嘛呢？郎才女貌，走廊相会啊！最近几次呢，情况都不错，状态也基本上都调整回来了。怎么了？还有事吗？我最近睡眠质量特别不好。老师，能不能再多给我开一点安定？不行，安定的剂量是要严格控制的，而且我现在每周给你的量已经足够了。可是我真的睡不着。你别担心，失眠这个问题是可以调整的。白天做一些运动，晚上喝杯牛奶，听些轻音乐。老师，真的不能再多给我开一点吗？这个不行。你又肚子疼了？不是，我嗓子。
别老想着吃药，回去泡水喝，好好休息。谢谢老师。没事儿。拿的啥？不告诉你。我都看见了，你给我一颗呗，我不舒服。不舒服你自己买药去，跟我抢干嘛？不给。我死了。一路走好啊。满血复活。啊，哎呀，但是我的心口好痛，因为我的好朋友一点也不关心我。虽然我有心脏病，但是我很坚强，我从来不对别人诉说我的苦难，因为我只想管我的同桌，要一片维 C。哎呀，如果他能够给我的话，哎呀，你闭嘴闭嘴，烦死了，别演了，墨迹，就一片啊，嗯，浪费我一颗维 C， 那，顺便帮你打水啊，不用了，谢谢啊。陆导是看不过眼了。陈小希，中午陪我去图书馆啊。去干嘛？去借书。我不去，要去你自己去。不去绝交啊。好啊。陈小希，我。哎，我吃维 C， 给我。你去干嘛了？你怎么了？你到底让我过来干嘛？你坐这儿啊，坐。你呀，你就在这儿写题啊。我去借书了，再见。为什么非得让我来这儿写题？那你干嘛？坐啊。我给你做一次。因为零小于 x， 小于等于一，小于二分之派，所以 x 分之 sin x 大于它自己的平方。你自己做一遍看看。江晨，李薇的事，你不想告诉我，以后我都不问了。
但是，你可以不和他一起玩吗？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还有一节自习课，那逃呗。你买这么多零食要去郊游吗？哎呀，心情不好就得买东西。你心情不好啊？哦，原来是我心情不好。78，啊，没事，先用我的。啊，小希啊，其实为了发泄情绪乱买东西是非常不成熟的。啊，找呀找呀找李叔，找到我的李太医。送种子呀，送种子，我们就会在一起。图书馆去了吧？和小溪和好没？那我可真没辙了，能想到的招数全都想了。嗯，阿姨，这是什么呀？植物罐头，种下去能发芽。看叶子上有字，好多同学都在买。这玩意儿还能表白呢？那可不。阿姨，结账。我们爱情的小种子，请你好好呵护它。不，静静，这种话应该让男人先说。拜托你来小种子。对啊，我有病啊。去啊。
陆阳，你们都知道林锦晓喜欢李素是吧？你每天看着我就这么着在林锦晓身边，是不是特好看？是不是特傻呀？陆阳，你冷静点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一直这么冷静。哎，大哥，等很久了吧？走，我没等。回家了，走喽。你和江晨和好了啊？你和陆阳呢？别跟我提陆阳，一提都我就生气。立伟，立伟，你别动啊！立伟，你别动，你站那儿别动，千万别动！立伟，下来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是立伟，不要动啊！别动，我上来找你。陈露，陈露，下来不动他。你小心点啊！李薇，江晨，李薇，于老师，你别动，先放松下来，想一想开心的事情。你们不会以为我是要自杀吧？不，没有没有。我以前从来没有来过这儿，没想到风景还挺好的。李薇，别动！我真的没有。李薇现在什么情况？不是被江晨甩了吧？你看江晨刚那么着急，现在也没回来呢。我也觉得他们不会说自己。李薇最近是有点奇怪。那天我看见他进李叔的办公室。同志们，李薇他妈来了，现在跟刘新霞干起来了。你们学校什么情况？竟然给孩子吃这种药！我们家李薇要有什么事儿，我就去反告你们去。妈，你闭嘴，丢人现眼！你初中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？你高中一次第一都没考过，你还作弊，你就是活该你！您别激动啊，您先冷静冷静，冷静。怎么冷静啊？我们家孩子在家里好好的，怎么一来你们学校就得抑郁症了呢？还给他吃这种药，吃这种药会吃死人的。李薇妈妈，您先别激动啊，我是这个学校的教导主任啊，您放心，这个药的事情我肯定会调查清楚，给您一个交代。李薇啊，说说。啊？我不知道。啊？不知道是吧？行，我报警，我让警察来调查这个事儿。是李老师给我开的安定。李老师说，只要吃一点的话，就不会那么难受了。行，你放心。我肯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。
林叔，你想干就好好干，不想要给我滚蛋，就给学校惹事儿。你先回去上课吧。真的。安定根本就不是李叔拿的，是你自己偷的，对吧？你现在就去找张世良说清楚。说话呀，说话呀！好，你不去说，那我去。别放开，放开！把药给我拿来。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、二十二，药盒里只有二十二片药，名单上记着还有三十片，证据确凿，你还解释什么？为什么不说清楚？明明就不是你的问题。我去上课去了。我都看见了，安定是李薇自己偷的，和你没关系。错了，回上课去。你不说清楚，我就不回去。好，刚才李薇的状态你都看见了吧？现在这个时候不能再刺激她了。你们是同学，现在又是她最困难的时候。如果能帮她的话，多帮帮她，不要再给她压力了。还有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帮我劝劝他，让他去专业的心理诊所。这节课呢，我们来讲还原剂。还原剂在与被还原物进行氧化反应的同时，自身也会被氧化。所以呢，有人说还原剂很伟大，送你多少电子也没关系，只要你和它稳定的在一起。看一下黑板这个公式，好好记一下。主任，你看看这标准答案上的错误太多了。现在怎么这样？老师，李薇的安定是我偷的，不关李老师的事儿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赶紧去上课。我没胡说，就是我偷的。我看李薇好像不是很舒服，所以我帮她拿了安定。只是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有这么严重。你不知道，就敢去帮她偷安定？这是药。不是别的，他还是孩子呢，好心。行，病人护犊子了。对不起。你们班林静晓同学擅自到医务室偷药，学校决定给予记大过处分，还有，把你父母叫学校来。你这样会害死人，你知不知道？怎么回事啊？我问你呢，怎么回事啊？就是我偷的药。你他妈知道安定长什么样吗？你就偷药！瓶子上有血。
想，怎么回事啊？我这钥匙我偷的，没事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我妈讲这件事。我陪你去，啊，我陪你去。不用了。啊，菜齐了啊！静静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提前跟妈说一下？妈，这怎么了？这看着有点不对劲儿啊！在学校里被人欺负了，是哪里不舒服啊？没钱了？张阿姨，你在干嘛呢？后厨不用帮忙了是吧？一直跟人聊天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就多说两句话，马上就过去啊。静静，赶快跟妈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静静，没事儿，就饿了。想吃饺子了，怕您忙懒得给我包。哎呀，你这孩子可吓死妈妈了！想吃饺子是吧？晚上妈妈给你包啊。那我要猪肉韭菜馅儿。好，好，好，赶快回去啊，别太晚了。妈妈去忙了啊。火气这么大，所以说，你早就知道李薇得抑郁症了。嗯。哦。乘客们，朗真新天地到了。下车的乘客请带好随身物品，后门下车。还能再挤挤呢，再上来几个呀，下班了早点回家。陆阳，李叔回来了。就是他林静晓做的，还想栽赃给人家李叔。说了。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？你管得着吗？陆阳，陆阳，陆阳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去医务室，去医务室，幺零，走，去医务室，走，走，走，医务室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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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陆阳，陆阳，
江晨，去把氧气弹拿过来。小心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晨曦中学，我们有一个学生突发心脏病昏倒了，学生16岁，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史，暂时没有什么其他状况。对，你们大概多久能过来？那你们尽快，好吧？到底什么情况啊？怎么晕倒了？啊，陆阳。陆阳。陆阳怎么了？怎么样呢？陆阳。不行了，时间来不及了，我得现在给他打针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学校承担不了这个责任。哎呀，贾主任，我们就听李老师的吧。关键是现在时间来不及了。林静，去拿肾上腺素，赶紧。在哪儿？不行不行不行，这种问题怎么办？你有这个办法吗？把他拦住。你这种情况你遇到过吗？你处理过吗？你就不瞎治啊？这种问题该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你辞职是把人给拎了。行行，别拉我，你这是胡来，你知道吗？离这个床远一点。你从来都没治过这种病，你只是个校医，你只是个校医，我。你们这是胡闹啊！完了，洛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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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事了啊。行了，你爸妈去办住院手续去了，已经没事了，一会儿还得做个完整的检查。你的医生说你最好还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，最好早点把手术做了。张主任说高考前你都不用去学校了，他已经帮你办好了。嗓子又疼了。真的要走啊？嗯，手续已经办完了，我也已经不是你们的李太医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已经跟张主任说过了，安定是我给，跟你没有关系。张主任说可以不记你大过，但是还是让你在全校同学面前做检讨。嗯，你有心帮助别人，这是好事儿。但是同情弱者，一定要先保护好自己。可是，这件事儿，并不完全是你的。其实真相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最重要的。而且你不要忘了，我不仅仅是医生，我还是你们的老师。保护你们所有人是我的责任。那你要去哪儿啊？还做医生啊？我要去非洲当无国界医生，以前一直都想去，但是下不了决心。说起来还得感谢这一次逼我做了这个决定。哦，还有，以后没事少往医务室跑，别的老师可没我这么好对付。好了，走了，走吧。嘿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我们过来送你了。别弄得这么苦大仇深的，又不是多大件事儿。我走了，还有别的医生来吗？可是学校以后就再也没有像你这样又帅又温柔的校医了。嗯，那倒是啊。
李老师，嗯，你又去哪儿？我要去非洲，当无国界医生。那我去非洲比赛的时候找你玩。哎，对对对，这非洲的水都不够喝的了，你别来游泳了啊！好了，同学们，这么长时间以来，多谢你们的照顾，你们要加油学习啊！再见了。再见。走了，上课了，走了。高三是很重要的一年，但是还是有个别同学不好好学习。李建强，给我上来。快点！林金晓，李薇她休学了，她让我跟你说一声，对不起。咱说什么呢？上来！高三八班林静晓同学严重违反校纪校规，现在面向全年级进行检讨，希望同学们能够吸取他的教训，引以为戒，避免同样的错误再次发生。管你啊！快点，给我打回去！哎，老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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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姐，张主任，那个我错了，我想做检讨。别怕，我先。那个。老师、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高三八班的陆阳，今天想跟各位老师、同学做出检讨。我错了，我不应该这么喜欢一个女孩。一个长得好看，笑得好看，连凶巴巴的样子都这么好看的女孩，完了！老师，你要你，完了！别激动。高中三年，我喜欢了她三年。虽然她对我的喜欢从来都没有当真过，但是今天，我还是想站在这里认认真真的传达一次，让她知道，我喜欢她。我喜欢他。哎哎，停停停停停！下来，下来！林静晓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
喜欢吃啊，就多吃点啊。谢谢阿姨。哎呀，慢点吃，慢点吃。阿姨啊，哎，您想在我们学校表现特别好，对我们都特别照顾，我们大家都可喜欢他了。那你们啊，肯定也是对他很好的。我们静静啊，很少带同学回来的，这次啊，还第一次看见他同学。阿姨，其他人不见也没关系，反正最帅的就是我。哎、你这孩子说话真逗。来，哎，你来，阿姨给你讲。谢谢阿姨。以后啊，你常来阿姨这儿啊。阿姨呀、啊，可喜欢跟你聊天了。阿姨，哎，那我以后来，您能给我打折吗？哎呀，这孩子打什么折呀？你到这儿来就跟阿姨说就行了，阿姨请你吃。那不行，阿姨，不给钱不行。您这小子知道了，给打死我了。哎呀，他不会的，有阿姨在。好的，谢谢阿姨，吃吃。慢点吃，慢点吃。哼，阿姨坐吧。哎，慢点，慢点。陆瑶，静静，哎，同学来了，正好一起吃啊。你回来了，我跟你说，阿姨做的饭比我妈做的好吃多了。你快来，咱们一起吃饭吧。以后常来啊。好嘞，好嘞。你要不常来，阿姨可不高兴啊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一定让你高兴，阿姨。瑞啊。这是我最后一次陪你了，以后我都不来学校了。我答应了我妈，要在家里复习。你今天是不是特别的帅？林静晓，再见。再见。陆瑶，别想店里生意了，赶快走！阿姨，我真的是林静晓同学。你胡说！我家静静没有这头发不三不四的同学。阿姨，我这头发是演舞台剧的。走，你今天就给我走！还有没人用？你赶紧给我走！我不走！死活不走上！今天你给我走！你给我走！你给我走！你死活不走上！走！可累死了。阿姨，你累了吗？咱们能吃饭了吗？可累死我了。也许是仙女施了个魔法，变出你和我对话。这繁华世界让人应接不暇，哪里会让我停下？别管他被怀疑被打压，静下来听心底的回答。是什么失去了心会痛，你明白呀？告诉我这是梦吧，是我的梦话，描绘未来的那个充满我爱的诗的家。梦里所有挣扎破除了牙，你在哪里微笑看我，温柔地说，来吧别害怕。
会实现吧，是我的梦话，描绘未来的那个装满我爱的所有的家，梦里所有磨难开出了花，你在哪里微笑看我，温柔地说来吧别害怕，温柔地说来吧别害怕。